学问了。对，游击稍微浅一点。哇！出去咯，三分吧。惊死！哦，看克莱门的那个架势，就是真的头稍微好一点，他是绝对猛力要挥，就一棒被他扛出去，三分炮。克莱门的目前四发全垒打。所以迷你刚刚就有提到，第一球就是学问，果然是学问。哇，这一棒也使得国训呢，现在反而4-3呢超前了一分，厉害了。但他这个打击哦，真的整个挥棒的动作哦，那真的非常的具有威力。每次看国训的庆祝，都好像选手都还要过两次同仁像18。再来看一下刚才克莱门德，哦吼吼，这击球点也是抓得恰到好处。对。一打出去他就知道有了，只要不要拐出去。他还蛮细心的在看，重点就是看这个球了会不会形成界外。